所有的选手信息由前卫知识平台互动百科提供。Introducing first,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. He stands 162 centimeters. His age 26. His professional record 13 wins, opposite 5 long. 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三十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因为马克可能是确实在距离上，哦，在距离上稍微吃亏一点，是，所以西波现在就要等他主动进来打反击，可能是机会，西波可能觉得打反击的机会会更大一些。对，啊，对，西波现在有点不是说很着急，还是啊，故技重施，挨对方一个低腿的同时接后手。但是西波还是要把拳的这个精准度要再加强一些。我觉得阎西波先刚这几拳后手啊打得过高了，还再往下一点，还是应该往下巴上招呼。对手本身这个身高上就处于劣势、啊。对，因为有时候打额头啊，这个效果没那么明显。嗯，对。或者说可以尝试一下，就是稍微带点弧线，从侧面走一下。对，因为综合格斗的拳套要稍小一些，这种抓空当的能力会更好。对。哦，漂亮，好！哎，这个很突然。哦，阎锡波现在这个动作突然性非常高。嗯，对，漂亮，变得也很聪明啊。结合一下上下。好，小心对手的，小心还击啊！对，这个近身内围的。肘，小心！啊，一肘，两肘，哎，要注意。刚才我们在讲，哎呦，阎锡波这个比赛打得太遗憾了。大好的势头下去，哎，这个太遗憾了。刚才我们就在讲小心对手的那种近身的肘法呀。对，因为而且刚刚阎锡波一直在打右手，左哦，一肘、两肘、三肘、四肘，哎呦，这个确实是，哎呀，连续的四肘啊，应该说，对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翻盘。